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今天在不是今天啊，两天前七月八号的时候，天心节手游在官方有发表一个《濒临建模》的优化进度。OK，这边不是重点。然后之前大家都讲说之前的建模不精细啊，没有配音，音效差啊。然后我们的真爱叉叉叉怎么没有出？然后他们都这些建议都有在安排中，安排修改中。那这一段主要优化这边有讲到说，脸部的调整根据角色2D 例会的特征，对脸部的建模进行细节的补充与优化，力求还原例会中的角色的特点和神韵。好，请看大荧幕啊，这个视频，这个影片，就是有点要怎么讲，还是有点微妙。就是我不会讲，就是好像在发呆看着夏侯仪这样。然后这是优化之前的濒临，因为脸好像比较圆哈，对不对？这是优化后的脸比较尖，对，比较尖一点，因为比较圆。然后优化后是尖脸。好像是差别在这里吧？哦，对，然后优化后建模突出脸部的线条感，消除濒临的婴儿肥，同时增加了五官的细节，有吗？下面这个有吗？好像有，有啦，应该是有。OK，然后目前只是阶段性的调整。不是最终的展示结果，所以后面还要继续出，建模的优化、深度优化。那今天的情报就到这边了。那我当然希望，比你的那个的那个 3D 的样子可以再做更好一点。不过官方有说这也还不是最后的结果，所以我们都敬请期待吧。那也希望天心解锁可以尽快的赶快公测，再次公测。好，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还有推许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